这个语调，语调哈、哦，我来通知郭阿文。哦，谢谢。咱有名大天呢，主委带领着全体的委员，以及咱来自全国济济咱所有的信徒，你们非常的坚定欢喜，台湾台南市议会贵副议长，台湾济济咱的议员同仁，以及咱市政府何秘书长，咱农委会的副主委，台南国议。咱立委人哦，甲咱坐咱所有贵宾，坐来参与着咱今仔日大天的三条咱的这个王尊节，咱要来甲王尊献彩，而且代表着咱全体所有信徒，恭祝着咱的这个王尊节。皇冠顺心，咱所有的信徒，大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，祝福各位，谢谢。多谢咱这个局长吼，咱现在请秘书长代表咱市长，咱来讲讲话话，感谢。局长啊，还有咱局长，还有咱市长，还有咱农委的副主委。今天代表市政府尤其代表市长吼、来参加咱大天宜咱这个丁友科的这个做酒，佮咱王俊的这个剪彩今仔听这个荣幸吼，佮咱望诶，咱这回讲这回吼，这个做酒吼，拿这个咱这个成果吼，佮咱最后靠后面靠上，所以这是正咱一个好机会，在此呢代表市府呢。来有祝咱这回王尊节这个典礼呢万万成功，啊，咱众位信徒万事大吉祥，感谢。好，谢咱那个秘书长，今仔大家指标，咱指标，请咱即摆最近啊，高新农委会副主委，也是咱前市员李佩芝，请伊来讲一句话。好，感谢。咱的赖议长，咱的郭副议长，咱这个黄委员的这个李夫人哦，咱的这个所有咱这好朋友，包括这个老同事，咱的吴秘书长，还有咱姐姐吼，包括咱的这个党议员，还有咱的咱这个这代的洪秀，咱的吴高义，咱的这个时段吼，还有蔡议员，还有所有好朋友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好，咱台南是咱台湾这个首屈一指的这个农业大城吼，佩芝受着咱在座侪侪乡亲的栽培，让来去到中央服务，我想这嘛是咱渔农工作的宝贝吼，我想对着咱这个规个大台南的这个有关于农业大城区、大城市的发展，佩芝以总比总对吼，这个中国安怎？所以一定要对咱大台的发展，一定全力来支持，全力来发展吼。希望大家来到遮，咱这个三冬吼，这个温泉节吼，会当顺利圆满，啊，让大家啦吼，咱大赚钱啦吼，恭喜大家，感谢，谢。非常多谢，咱这个各位副主委，李佩芝李副主委吼。现在咱们的剪彩时间不够，这民意代表直接改讲歹势，我恁讲话非常歹势，伊这拢是跟伊的关系啦吼，所以在此用咱在座所有民代表讲句歹势，感谢感谢。